样的，接下来咱们来帮这位粉丝抽奖啊。这是一个94级的玩家，他的号上也充过钱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花钱的，有很多花钱的这个枪，有很多花钱的枪。人物的话也有花钱的人物，充过钱，这个粉丝绝对充过钱，可以看得出来啊。来点击精彩活动，这个超级扭蛋，立即参与，购买扭蛋啊。两发蛋的话，中奖的话就是帮你抽两发扭蛋，一发是60块钱，非常简单啊，非常轻松啊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对面给他盖蒙圈。来，我们先来第一发啊，第一发不用出太好，出个神罚战斧或者角斗士就可以了。啊，发了一个枪牙，天哪，兄弟们，60Q币就购买了一个永久大炮，妈呀！今天好像还有一个粉丝说，说辣条哥扭蛋帮我抽巴雷特枪娘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枪娘，他真的出来了枪娘，我天哪，上来就出来个大炮，我去，这下子太美亏大了。来，第二发，王者之风，出，神法战斧，妈呀，太帅了，朋友们，这两发真的太给力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简直就是极品奖励啊！大家简直就是极品奖励，大家可以看到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仓库有没有啊？他的仓库里有狙击枪吗？有哦，人家有大炮，有两个毁灭近身武器，看有龙啸、屠龙。哎呀，这个人什么都不缺，天哪！这是个大佬啊，危急，看不见危急，这是个大佬玩家，炮上的枪太多了，炮上的枪那么多，天哪，什么都不缺。我们现在给他抽到了两个好东西，两个都是 V， 都是神器对吧？一个神器斧子，一个神器这个巴雷特，对吧？都挺不错的，只不过就是说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用处，因为他在号上已经这个装备啊都已经很厉害了，看到吧？他的装备已经很厉害，也充值界面可以看出来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谢谢，正好是我想要的。你啥不想要？你给我说，对不对？太会说话了，这个年轻人呐、啊，太会说话了。哎，他说的话简直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太有礼貌了。像昨天抽奖啊，那个粉丝就比较尴尬。连一声谢谢都没有，昨天那个人，今天这个还是不错啊。哎呀，挺好，一个巴雷特枪娘，一个啥？把你的大炮给你替换一下吧，到时候你自己去第七个背包改啊，哥们。然后的话，刚刚是说什么东西？我看充值界面 ，V6 啊，这是一个 V6 的粉丝啊，充值界面看到了，贵族六啊 ，OK 了 ，OK 了，好了，哥们。这抽个奖真的是太轻松太简单了啊，直接就把天美给他干蒙圈了，你可以赶一秒去了啊。然后最后的礼物再说一遍，朋友们，不要啊，不要相信那些私下加你们QQ 的人，那些都是骗子的，私下加你们联系方式的人都是骗子，咱们抽奖都是免费的，知道吧？私下加你们 QQ 联系你们的啊，找你们要钱的全是骗子，全是骗子。好了，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，这期抽奖咱们就到这里，接下来咱们来发红包。